怎么回事？我又看不见，你准备这么多胭脂水粉，还有镜子，岂不是浪费了？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我一直在你的身边，以后就由我替你梳妆，为你裁衣。嗯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。石行一直在问的女人就是她吗？石行，嗯，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，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。你叫啊，叫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你的名字？我的头好痛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谈什么对抗黑龙？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赌不如输，有气定义，接下来控制好你体内的力量。你是兴国的王子，是寡人的儿子，也是千万兴国人的希望。庚儿，这一路困难险阻，我和你父王会陪着你，你不会孤单的。不能输，我要变强。父王，杨金，等我打败黑龙，控制好你体内的力量和气。
没想到炼器竟然这么神奇，一点都不比神力差。嗯，等你学会了控制你的气，就能够提高你心印的敏感度。炼气是你体内的能量，而心眼呢，则是控制炼气的开关。开启了心眼，就能够按照你的意识将你的气变成你所要的形态。控制好我体内的气，将炼气变成我想要的形态。这么快就学会了炼气的诀窍，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啊。子宇叔叔，这么厉害的炼气你是在哪里学的？幻岛。幻岛？是的，一个处于三界之外的岛屿，以后有机会我会带你去的。好，别担心了，虽然石行是个好斗的疯子，但是像白菜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弱女子，石行不感兴趣也不会去伤害她。今晚你就要决斗了，要尽快的把你的身体恢复到战斗的状态。我知道了，子宇叔叔，和石行的新仇旧恨今晚一并解决了。见识，你终于重拾剑术，肯出来见我了。我的剑是为了坚守正道所炼，而不是与你进行无聊的比拼。我本不想杀生，然而今日你要伤害我所要保护的人，我只能成全你。好，那就千万别让我失望。痛快了，大剑士！这么多年了，终于让我体验到了死亡的快感。你现在的炼气已经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地步，果然不枉我一直在等你。Thank you.
死亡。错了，你没有资格羞辱人族。是不能战胜的。一个人族真的觉醒了无色界神力，可惜你和石行一战消耗太多，尚未恢复，现在绝非我敌手。你们神族就爱干这种趁虚而入的事情。虽然我现在杀你胜之不武，但若留你却是神域大患，你认命吧。
的绝招，不可应接。阿狗小心！妖族的也来了。哼，你们神族恃强凌弱，我今天就让你的神魂消散在此。笑话，你等妖族余孽自破誓言离开妖界，那便是公然与神域作对。今日是那太极无胆前来，若要是六部齐至，必将你们化为齑粉。别强词夺理了，石行死了，鬼木残了，你们哪儿还有神域六部啊？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谢谢你们帮我解脱了痛苦。的确失去挚爱会让人生割裂。你说白菜体内有远古神力，只有远古神力这样强大的力量才能解除我身上的王者之印的咒语，为此我释放了他身上的神力。远古神力对白菜会有什么影响？或许能让他再强大一点。大剑士，你说得很对，我确实无法理解人类，但这个世上我想理解的人类他已经不在了。或许人类可以做到神无法做到的事情。阿狗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说不定真的可以。阿狗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不愧是命运之子，居然能够识破空世界神力，很好，我迫不及待想见见你。小脏手，换你们俩的命，若下次再敢为恶行凶，我自会收账。谢大人，回去给你们大王带个话，识时务者
尽早归降，否则我将带兵踏平这罗山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我是妖族大元帅逆天而行。他们刚刚喊你大元帅的时候，我大概也猜到了，多谢大元帅救命之恩。白菜姑娘，无需多礼。你认识我？我不仅认识你，我还知道你在王者城解除了王者追印诅咒，帮你的同伴一起打败了石行。姑娘的胆识令在下佩服。说到我的同伴，我们在进入妖界时不小心走散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。大元帅，妖族封印解除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攻打神域了。大元帅英明神武，得大元帅庇佑，我们妖族封印解除，翻身大业指日可待。解除封印之人并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，而这位就是解除封印之人的朋友白菜。在下铁血无双，见过白菜姑娘。不知姑娘来自何处？她来自人界，但却是妖族。人界的妖族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白菜姑娘，我是鬼魅森林。你长得为什么跟我们不太一样？不，我不是妖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姑娘在王者之城的星矢之辉，世上无二。我曾在一对妖族夫妇年幼的女儿身上见过，后来他们逃离妖界，杳无音讯。你虽久居人界，但这里才是你的故乡。我就是普通的人类，并非妖族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也没有什么净世之辉。大元帅搞错了，白菜承受不起大元帅的错爱。即便否认，但先祖的记忆早就存在于你的血脉当中。这些晶石是随着妖族的先祖一起来到妖界的，此等神力共鸣的迹象，我只在那个女孩身上见过。白菜，你就是妖族。他俩好像不是妖族的。说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我如果说，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信吗？天上掉下来的？要是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会是神族吧？神族养活我读十万年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。他还真是神族，仇人就在眼前，还不动手？